何灯光，所以裴林只能凭借声音感受周围。但透过夜视地狱吧，我们却仍然清楚地发现了现场的不寻常。OK， 镜子，镜子，镜子动了。可是裴林为什么没有看到？裴林，他还很认真地在梳头发。裴林，裴林，裴林，裴林。你有听到我说话吗？裴林，你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没有。你的镜子在动哎！你坐在原地，我上去找你。感应现场惊人的景象，镜子的异常摇动，裴林为什么还能如此冷静呢？你还一直在梳啊你？你刚刚镜子动了耶！真假的？你没有看见吗？不知道，因为我怎么会这样子？我刚刚一直闭眼睛啊！哈，你把眼睛闭起来哦！我不敢看里面东西，我刚刚太夸张。你先站起来。而且，所以你镜子就在你前面这样晃来晃去的，哎，怎么可能？没有啊，镜子，这个镜子用很大的力量，哎，我的天哪！静止的镜子如何在感应现场剧烈的摇动呢？当我们再次检查地狱吧的画面，透过镜子竟然有更恐怖的影子反射出来。各位观众，你们发现了吗？在裴林所面对的镜子左上方竟然有一个模糊的白影。裴林，你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没有。太有病了，太有病了。放大处理后的异常光影是否能看出为灵体的显像呢？就在镜子异常摇动之后， DV8 拍摄到其他角度的影像，现在就请各位观察这段影片。请注意以下画面，经过定格处理的光影是不是非常像一张脸呢？它会不会真的就是一张来自灵界空间的显像呢？裴林，有看到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原本我以为对着镜子梳头只是一个传说，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东西在里面呢、啊。很毛哎、欸，而且我那时候坐下去的时候，我鸡皮疙瘩整起来，因为我觉得我后面这个左后方那个厕所啊，不知道我可能是我敏感过度，我不晓得，我觉得后那边好一定有人，一定有好兄弟，是不是老师？仿佛觉得有点点，真的有。对不对？有啊，我觉得没有看到吗？那我问你，在梳头的时候，你的眼睛看哪里？我不敢看，我到最后我就不敢看，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越来越强烈，在我身上。对，他眼睛是闭着眼睛梳的，对，是的，我不敢看。还好是闭着眼睛梳的。嗯，我觉得如果他要你睁着眼睛啊，梳的梳的梳的。我靠！我可能会死，你知道吗？我觉得吓疯。要是我，因为我以前有试过啊，就是拿梳子，好像就是在十二点的时候，就是十二点的时候，然后要想要看到以后的老公还是什么？对对对对，就在镜子里面出现是他的老公吗？不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并没有看见说那个，我刚才看那个 VCR 的时候才知道说后面好像有一颗头出现。你在现场没看到就对了。我现场根本没看见，我只知道说那个镜子像咚咚咚咚咚，因为太紧张了。就不停地看那个镜，注意力放在镜子的晃动上。对，我以为那个灵动就是镜子晃动。哎，不过这样也不错哎，你自己的脸皮肤这样白白的，你这样子蛮好的。你后面那个老公啊，他皮肤也蛮白的呀。我不要了，真的吗？
对不对？至少像小白脸哎，比那个总统的女婿的皮肤好很多哎。可是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的传说，十二点的时候梳头发是看到未来老公吗？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裴玲她在梳头发的时候，虽然那时候不是大概已经超过十二点了，我们已经是大概两三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她梳头发出现的那个我刚刚看到那个人头啊，是真的是她老公还是当地的邻界朋友？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民俗里头有很多这个方法的话，其实不一定真的都能够碰得到。那第二个的话，它基本上来说的话，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它不一定真的能够看得到，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要时间，好，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它的关键刚好卡在那个时间上面，你才有可能去看得到。那日子的话，一般的话，如果你要看到好兄弟也好，要看到邻界朋友也好，他这个日食哈有没有对冲，会影响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力。然后至于这个后面来说的话，刚才那个邻界朋友，其实我记得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进去开始要拍的时候，我就跟佩珍说，我说里面有两个女孩子，对，老师说厕所里面有两个女生，真的真的有两个邻界朋友。那后来就会出现那个红光，有没有？就有两个好像比较明显两坨这样红光在虚。这一点呢的确是蛮特殊的，因为呢我们在现场用的是一个夜视的一个机器在拍，基本上呢这个夜视机器拍出来的东西呢原则上应该是单色的，对，不太会有一些彩色的现象出现，对，所以呢拍完了以后呢竟然会产生有旁边红色的光晕，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在这个科学上头没办法去解释的一个现象。其实有一个现象，各位有没有发现，裴玲手上拿的那个 walkie talkie 嘛，它本身发出来那个红光是大红光，那个大红光所拍出来都没有办法那么红，怎么会那个灵动现象会这么红？对，是一种灵光吗？是灵光，是那两个在等于说镜子后方的那个两个灵界朋友。那因为我们讲哈，你在梳头发的时候，那无形中我们在讲他可能会遭到这附近的一些灵界朋友，变成说好像互相传递讯息。那这个男孩子是在之后你梳到一半那个红光之后才进来的，那事实上他的距离大概就差不多这么近。老师，因为我那时候在梳头的时候啊，其实我有感觉到他好像有在移动前面后，因为我心里在骂说不要过来，然后就非常你过来我拿梳子扎你哦，他说你给我走开，你给我走开，不要靠近我这样子，因为我怕他很靠近我，我就感觉到好像我退了，哎，怎么又逼近了？ Oh my god！ 所以他们呈现的方式就很不一样，女孩子的那个灵的话就是用红色的，对，然后那个男孩子是就是看到那个脸，对对对。可是这个红色啊，在我们大家解释的定义上都不太一样，有人说红色代表喜气，有的人呢觉得红色可能代表一些怨气，对，那到底它这个红色象征的意义是什么？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是阴界里头的灵光的话，红色通常是代表凶气，代表怨灵，因为当它有怨，就好像我们在拍一些所谓的气场照的时候，如果你出现是桃红，那当然代表感情上面的问题，可是如果出现大红或者暗红的话，就代表说你可能最近有跟人家有争执有吵架，会出现这样的光，所以当我们的灵的怨念如果增强的时候，它的红光就会比较明显。那至于刚才那个灵界朋友，因为他靠他比较近，可能我们在想他裴玲在讲一些那个在潜在那个讯息就会传给他，所以他会在那边移动。他在移动的时候，他的意念移动的时候，他会因为看他在照镜子嘛，他往后退，你往后退的时候，是不是镜子要这样补我才看得，他在后面才看得清楚？那他要靠近一点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这样子他才会清楚？所以那个镜子的移动也是后面的那个对的那个男的去想要借由他前后移动而造成是一个良好的反射，让裴玲看到，因为这样他才看得到，他靠近他的时候镜子一定要斜一点，他才照到他自己。而且裴玲在骂他的关系，所以他才变成红色吗？不过裴玲当下喜欢上他，这样子解释粉红色。可能接下来呢，我们就让 Amy 呢也来做一些灵学的实验，说不定呢会有另外的载过。好了，我们马上进行下一段《灵异最前线之幽冥地界》。不好意思哈，拍谁拍谁。惊悚的灵血实验后，尖兵再度前往宿舍。三楼走廊原本就给人莫大的压迫感，而冒着随时会有状况的危险，尖兵们一再饱受惊吓。啊！你们在走？是人吗？人吗？太夸张了！真的是有人吗？小心！对不起，这个地方是他们的阳台耶，而且
应该是他们晒衣服的地方。结果刚刚那个，你知道吗？刚刚那个竹竿竟然断成两半呢，就是这个竹竿竟然裂开了。Oh my god！好恐怖哦！而且你知道吗？我刚啊，好多蟑螂！我刚才怎么感觉有人在摸我的头？别摸你，别动了！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啊！而且你看，等一下嘛，你看，你看一下，那个是千手千眼观世音吧？我在想，贴一个好大的，我在想他们真的是。我在想他们真的宿舍常常挂柳故意真的不好意思，还是在风起来，对，对不起。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的门很怪，是用纱门，这是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对不起。啊，对对对，等一下，你看上面竟然有一个竹子，为什么是这样？而且封起来，然后紧闭的空间究竟有什么古怪呢？就当 Amy 试图进入时，却一再出现贺祖的声音。是这个玻璃啊，玻璃，我刚刚看到它就像砸下来，你知道吗？他们宿舍啊，有人曾经在里面发疯了，因为他们在里面做什么碟仙啊什么的，就是做一些引灵的，吓死人了，蟑螂。裴林，吓死人了，他开了，我的天哪，不好意思，好臭啊，你小心，对不起，对不起，这个门打这个跟刚刚关起来又突然打开，对不起，而且好臭，你知道吗？你说那什么味道？我们都闻到了，好像是那种尸体臭掉的味道。不好意思，我们走进来看看。空间中存在的异常味道，仿佛这里真的有腐败的尸体。而难道是这里更特殊的磁场，让灵界力量大量的聚集吗？你看，他桌上竟然……不好意思，让我拿一下。还有这种鲜花，哎，这是假的花。对不起，而且屋内非常的凌乱。不好意思，快点去。是，里面真的。一股非常非常重的味道，刚刚就是这个门突然关起来，小心一点。你看，几乎每一间的格局都差不多，你看都是大概一个房间大概有八张，就是八个人可以睡，有四张那种上下铺的。那我在想，可这些寝室乱的可以？对，因为其实这边闹鬼闹得非常凶，然后我在想。很多学生都说在宿舍里面有看到很多东西在走来走去啊，然后甚至于就是在他们宿舍半夜的时候会在镜子里面看到一些东西。那我想我们就在这边呢，就先做一个灵学实验好了，我们就在宿舍里面做一个灵学实验。传说分明的校舍里凌乱而残破不堪，即使是集合众人的气场，也似乎抗拒不了空间独特的扭曲所带来的异状。现在 Amy 即将在此进行灵学感应，看看 DV8 又会出现何等惊人的现象。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女子的宿舍里面。那据说，妹妹，你没有听得到吗？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现在才刚开始感应，然后我想说可以跟这边邻居朋友沟通一下，然后看他们可不可以现身这样子。然后我站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有很多学生就说在他们宿舍里面半夜睡觉的时候听到有人走来走去的，而且呢，还有那种学生啊，不准。就是上面的床铺到下面的床铺，就是闹鬼闹得非常的深。因为据说当时这个学校建校的时候呢，在下面已经是一个游乐场。我刚刚听到好像有人在那个墙壁的地方，在我前面墙壁的地方。你有看到什么画面吗？我是没有看到的，但是现在都很近哎。你知道吗？我一直都是听到声音而已，但是我却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听到声音。它是
敲墙壁的声音吗？还是什么脚步声之类的？因为这现场很暗，我根本看不见，我只感觉到有风吹，然后有人在走而已。而且老实说啊，就是如果在这个像这种比较阴的地方念阿弥陀佛的话，可以把那个灵界朋友聚集比较多一点。那我就试试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前面刚有闪一道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哎，这样闪过去，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听到一个声，很巨大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它是雾茫茫，然后从你面前这样闪过去，哎。是 Amy 的默念生效了吗？画面上同时出现了光影。但是在你刚刚讲的时候，同时会听到一个声音，很巨大的那个声音，不知道是什么。随着感应时间增长 ，DV 八的景象也越来越不寻常了。艾米，我有看到红色的光晕，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在面前，在你面前嘞！艾米感应现场的红光是代表何种讯息的传达呢？下一段更灵异的画面即将为你公开。